安福，你主持锦纶堂，勾结官府，欺压百姓，胡慧乾，你还活着，高进忠，没想到吧？我看你还能活多久？ 高进忠，你忘了吗？在大树前，我中了你武当独门脚，而朕伤经脉，我胡慧乾虽然只剩下一口气，可是我仍然要置你于死地。我看你还能撑得多久？